跟住落嚟，我介紹嘅咧就喺我頭上嘅呢一部 XD8100U projector 啦。嗱，呢部 projector 非常之犀利嘅。首先由光度講起先啦，佢有7000流明咁多嘅，而且仲可以 edge blending 啦，再加上可以喺弧形嘅表面嗰度播放影像，再加上360度嘅 projection， 即係可以方便喺任何地方安裝㗎。